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状态。每日喺宿舍好无聊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是不是精神状态不太正常啊？哎，我冲杯咖啡冷静下。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！你系咪精神状态都唔正常啊？攞住啊！你行不行啊，细狗？你们两个能不能正常点啊？没事干就打打游戏，唱唱歌。那就唱歌吧。好玩啊！点解唔使钱啊？啲人生惨不到哪里去啊！咩意思？一个二个廿几岁仔，唔好咁幼稚啦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那你觉得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怎么样？你同我除了去好心你成熟啲啊，还不够成熟吗？你人知啊，你听住